本局刑警大队在本日围捕一名毒品通缉犯，在南投市区发现了该通缉犯的一个行踪，那进行多车的一个夹击。该毒品通缉犯为了要脱免逮捕，开车冲撞侦防车，那同等在情况急迫也避免路人及相关警察人员的一个安全的危害状况之下，大胆使用警械，也未造成任何的人员的伤亡。请问车上有什么查缉什么东西吗？你在现场有起过微量的毒品跟毒品吸食器。车上有其他乘客吗？有两名乘客。关系？一名是他的妻子，一名是同行的友人。那相关的一个涉案的状况，我们目前在厘清之中。